我们谢谢。那同时我们也请我们已经到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们，完整的记者会完毕之后，现场会一一来巡视我们五所学校我们所设立的摊位。那届时呢，我们也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家人。好，谢谢。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今天参与我们授旗典礼所有的亲爱的家长。The local specialty products are mutton and grapes. Shihu is also known for the sugar factory, which used to provide sugar. 谢谢，谢谢你啊。到彰化县政府跟美国加州大学圣马可士分校签订 MOU。那在这个过程中做了非常多的讨论。那我们的首发团呢，在今年的元月25号未来出发。那我们五所完中里面有关于师生总共有20位，那总共有12天的一个这个深入到美国，第一个了解他们这个学校，第二个利用机会学习英文，然后学习当地的这个文化哈。那同时也参观他们的这个市政舞厅哦。那做在那边呢做 homestay 的一个部分，让学孩子们能够更加了解美国相关的一个家庭文化啊，还有大学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在下学期也已经跟美国圣马可士也已经做好沟通，下学期开始做我们线上的一个这个学分的一个以及语言方面的一个这个加强。那未来呢，怎么样让孩子们也可以直接就到美国圣马可士申请入学，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部分。那也要谢谢我们的郭顾问，那这个签了这样的一个线，那县政府这边也每个完中补助了300万元，让他们在本土上面以及一个外事部分哦，让他们能够让英文的教育能够更深入孩子，让他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在这边谢谢处长带领团队，那跟我们第一线上面的校长老师们不断的让我们孩子有更好的一个学习。在这边再次谢谢所有我们教育工作人员大家的辛劳，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顺利圆满、平安健康。我们要邀请我们昆明县长，我们的县长好吗？我们的首发团一起的来授旗。那授旗代表是来自我们田中高中3年级的吴延毅同学，是我们此次的副队长。谢谢。那延毅同学挥动着我们彰化县的仙旗，旗海飘扬。来倒数5 4 3 2 1，请加油。60